先要声明，我说的东西也不一定句句是真理，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我只不过是把我这拍了半个世纪照片的经验，今天一个半钟点全部倒给你们。我今天用那个方法，虽然我们这个会成立到现在前后差不多有500场了，各种讲座没有一个人像我今天这么讲过，因为我今天是别开生面。用个什么方法呢？根本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你写过的你拍过的片子你摆进去，它都给你积累在你的名下。然后呢，你要像我这里有189页，看到吗？189页，如果每页有个20张的话，你算一下就有多少张已经摆在上面了。我们先讲一下这张片子啊，这张片子明摆的是一个夜景。好，一讲到夜景，我们就顺藤摸瓜啊。夜景，第一设备，当然我们要有相机镜头，可是我们这时候还要有脚架快线。如果没有脚架怎么办？是不是不能拍呢？没有脚架，比如说你拉斯维加斯拍那些夜景的时候啊，你要找个石墩子啊，找个什么东西啊，你把一个相机搁在上面，你摆些东西垫起来，那么你还是能做到怎么样？那么快线什么意思呢？快门线的意思就是说最小程度减少到你不要用手按的时候造成它的轻微震动。那么快线没有怎么办呢？也有办法，你可以摆在自拍上，你让它自拍搁在上面，然后这时候你手没有动，也是一个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好的快线呢，里面有 timer 的，比较大，它可以设定什么时候拍啊，什么什么很多名堂的。那么简单的快线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关。那么我们在这个胶卷的时候的快线呢，实际上是个 mechanic， 那个东西你一沁啊，它出来一根针往里面戳一下，就把这个快门就沁下去了，就等于这个意思。可是现在我们 digital 呢，就是个很简单的开关，它里面只有3根线。为什么？你沁到一半的时候它给你对焦，它还是需要有这个功能。再清下去，它跟另外一个开关接触到以后呢，你这快门就打开了。所以呢，设备上来说就是这么样。那么我们现在呢，讲一个最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在10年前还很多人很保密的，他知道了还不能给人家知道的。你们就要知道，拍夜景在最佳的时候，应该是在日落以后的15分钟以后，大概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因为古典式的夜景，你们去看那些照片，全部是完全漆黑一片，然后有一点灯光。那么现在的夜景要怎么好呢？我们希望天是蓝的，就像这个样，蓝的。蓝的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太阳几点钟落很容易啊，你手机上一打就知道了几点钟落。落了以后啊，你就不要离开你那个地方，你每隔几分钟你拍一张，然后在后面看。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它的蓝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我们讲这个光啊，青橙黄绿青蓝紫，那个紫的都落掉了，蓝的全部下去了，太阳完全下去了以后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出现了你不可见的光。我们说不可见的光在红光以外我们叫红外线，在蓝光以外，蓝后面还有紫嘛，紫光以外就是紫外线。我们紫外线不是要放个 UV 进去把它滤掉吗？因为我说我们这个东西我看不见，我不要你干扰啊，我要拍的东西是我跟我看的差不多的。可是这个时候呢，请大家记住，这时候如果你把滤光机拿掉，说不定你还会蓝得更厉害。因为这时的蓝光或许你眼睛看的是有一点蓝，实际上呢你拍出来要比它蓝得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片子拍出来那个天是蓝的，不是全黑的。好，这是一大个诀窍啊，关键的关键在这里。第二大诀窍，或许你们想都没想到，很多人没提过，如果你拍夜景像这种镜头，冬天去比夏天好。你想这冬天夏天的 difference 在哪里呢？你再仔细想一下就知道了。冬天不是5:30天黑吗？那夏天不是8点钟天黑吗？如果5:30天黑，6点钟那没下班的人不是把 office 的灯都开着在吗？那夏天到了8点钟，他不是7:30他走了，他把灯关了吗？那你拍出去的那个灯的点数是不是少了一点呢？这个道理对不对？很容易见到吧。所以你们记住，这就是要
摄影的经验。那么像这么一张片子，还有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前段时候有国内来的拍电影的一个剧组，拍了一串电影以后啊，哎，他说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摄影师，有没有好的夜景给我参考一下，我还需要几个镜头夜景。人家把我这张片子拿给他看了，他一看啊，他说这张啊直升飞机上拍的。我一听啊，此言差也，太差劲了。请大家记住，直升飞机只能拍白天的，晚上一定不能拍。为什么呢？你所有的片子你只能够是在像这种都是长时间曝光的，对不对？怎么叫长时间曝光？你看下面这个红的线，这个红的线是汽车开过去的尾灯，如果你要很仔细的看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你再估计下这个地方的距离是多少，反算过来你曝光用了几秒，你知道，对不对？我车本来停在这里的，我开到那里去了，我开到那里去，这段距离大概要开五秒钟吧。好，五秒钟，那你曝光就是五秒，所以它连成一条长的线。凡是有这种长的线的夜景，绝对不可能在直升飞机上拍，因为直升飞机一直处于一种抖动状态。但是你可以录像，录像抖抖抖啊，哎，负负得正，正正得负啊，什么还没了，你看不出了，对吧？反正连着一片在看。所以为什么在录像中间你要把它截屏的话，截出来一张片子是非常模糊的，就这个道理，不能截屏。所以这张片子里面有很多的技术上的这些道理在这个地方，请大家记住了。拍这个夜景啊，夜景在这个我们洛杉矶也好，在拉斯维加斯也好，都是美不胜收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近水楼台，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这里面拍。尤其人家是拍 Bridge， 它里面有那个喷水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掌握了。为什么掌握呢？因为你觉得这时候我要拍出来非常好的片子，清晰度很高，画质很好，这时候你肯定想到我的 ISO 要最最低。可是你拍这个片子你可以低，你让曝光时间很长，没事。我刚刚说的那个有喷水的呢，可能就有事了。你太长的话，它所有的水通都给你连成一片了，你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能动什么东西呢？动 SO。 现在好的相机啊，你 SO 摆着1000多啊，什么都还看不出什么噪点的。你要说以前的相机啊，到了800以上了，好像就不对劲了。这是张舞台片，当然我舞台片是拍的比较多的。为什么人家会把这一张点的那么高？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认为我有几张舞蹈的好像比这个更好，或许他们觉得人物表情生动，啊，这个背景一般都比较干净。有时候啊，舞台的地，你看到这地上不是很多了吗？舞台呢是这么样的，你希望坐在第一排，可是第一排呢往往没有舞台，那个地面没了。第一排的优点就是一个人跳起来啊，他把你夸张了，他没跳那么高，结果第一排的你把他拍得比较高，啊，第一排的缺点呢，那个台没了。如果你拍到台的时候，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可能出现台上贴了很多胶布，有些人练布置啊，什么到哪里要停啊，什么他贴了很多条的，到最后又没拿掉，结果你一拍这个地有点花，很煞风景。那这个东西呢，只能靠你后期把它拆掉，啊。拍舞台归根结底说到一句话，就是要有高 ISO。 你把 ISO 提高了以后，那么你的速度也上来了啊，那么你的光圈也不必那么小。那有些时候你这个 ISO 实在是提不高，我不想提得太高，因为有时候它很暗的时候你已经摆到2500、3000了，难道我还摆5000吗？那5000了以后可能真的噪点啊画质都会下降，这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有一个方向可以走的，就是买个好点的镜头。好的镜头那 F1.2 啊 1.5 啊什么，那你摆在那时候你不要看 1.2 到 2.8， 这不是差一点点吗？不是的， 1.2 上面你再看上面是什么 1.4 1.6 1.8 一点一点的才跑到 2.8 去的，好多档啊在里面。所以要用那个镜头也是一个方法。这张也是个舞台片，这种片子人家为什么会喜欢呢？因为他的人呢、啊、做成是个波浪，
这种的表演，我告诉你啊，不是国内来的省级单位的做不到的。你不要看这里土跟春晚了，没这水准了，是吧？你看到这个颜色搭配啊，舞姿啊，各种方面啊，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真的，你真的看他的表演的时候，这些人还在动，那波浪都在动。所以呢，这张片子是一个很好的片子，啊。然后你要看这个主角的脸，要清楚的不得了。实际上，我这里的所有的片子都是长边，只到800，最多不超过1000的。就是我很小这个发，你在那么大的上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个圆发你可以放多大都没问题了吧？啊，所以拍片，这个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啊，你该清楚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啊！你这个清楚还达不到，你这个基本功就没到了。这个跟他是一组的，喏，还是这些人，看到吗？一个人在前面领舞，后面一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摆出来的那种造型啊，各种各样的造型。这一张呢是张力芭蕾。张力芭蕾呢，那时候呢，他的这个男演员呢，也叫 James 啊，是这个借来的，是他们的老师。然后一个独舞边上，这个照片就是张力最喜欢的照片。张力要喜欢什么样照片呢？第一，动作到位；第二，舞姿好不好；第三，人员多不多。他就是要人员多的，他等一下给学生家长好交代。所以这个片子他认为 perfect， 他在他演出的时候，他有时候前面立一些什么样品照片，他把这个收进去。哎，他有时候把这个，他把我这张收进去过，对吧？所以你们就知道了，舞蹈老师眼睛里的照片跟其他人的可能还略有差别。这张呢，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你需要你的一个 position， 什么 position 呢？最好第一排最中间，否则你拍不到这么一个好的镜头。你看后面多少只手，就表示里面多少只人。现在这个千手观音呐、啊，不知道多多少少地方都在演，张力也会演，到处都会演。本来是国内这个什么聋哑的一个什么什么的演的是最好的，后来现在大家都学他了，都会演啊。所以我这么有就有，但是这场是拍的挺好，就是手的好像层次没有那么明显的层次，层次。他这个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知道吗？灯光，这灯光啊，在这一圈，你要灯光在这么一圈就好了，这后面啊缺少灯，是吧？你看到这灯在这里就熄了，是吧？这个灯光一个圆的在这下面，你要灯光一个圆的在这么样一个圆就对了。是吧？所以永远要有一点，对，有一点遗憾。这张完全是个黑影，但是黑影也不全黑影，为什么呢？有一缕灯光啊，把他这个腰带给打亮，妙，所以妙就妙的这一点点，对，所以有要，这就形成一个图案。这张片子曾经啊，有几个记者拍了以后就掉了，这张叫雨巷。雨巷这个节目呢，那跳舞的人他就知道了，好多舞蹈队现在都要跳他这个雨巷。这个雨巷呢，这个我拍的这个雨巷好像是四川来的，那是比较正宗的雨巷哦。这张现在就是拍的时候，植物园里面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呢？ Canadian geese， 那么就是加拿大鹅，或者有人叫大雁。这个东西呢，它现在落脚落到这里，本来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勤奋的，它是属于候鸟，它要长途飞行的，它飞行啊，它可以飞几天几夜哦，不落地哦。人家说这个东西怎么不睡觉的，怎么可以飞几天几夜？大雁它不是排成人字形一字形吗？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啊？原来它睡觉，它有左脑右脑，它左脑睡觉的时候啊，右脑醒着在维持他一般的看，他现在不需要打斗，不需要拼搏，所以他不用两个脑子都行的，就做点简单动作，他两个脑子交替的。这就是海豚，人家也是这么回事。海豚人家科学家研究过，24小时都在游，你说24小时游，他不是不睡觉吗？睡的，左脑睡的时候右脑醒的，
右脑睡的时候左脑醒。我得到了以后这个东西以后啊，我也来个左脑休息，结果撞墙了，不灵。所以这两天呢，这个植物园已经就有孵出来的了。你们要花时间去待到那里呢，就能拍到这一类的照片，对吧？或者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时候你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话，拍出来是蛮好的。这个加拿大鹅呢，最值得人敬佩的呢，就是一辈子一夫一妻制，比人还坚守的厉害。除非丧偶，不续弦的啊。这个现在呢，你们会看到那个湖边上面啊，有一些那个窝筑的非常的高。那么小的出来了怎么办呢？必有精彩。为什么？他一定要叫小的下来，那小的简直是摔下来的，当然也摔不死，大的会引诱他，会引导他，叫他跳下来。他那个窝太高了，没人侵犯他嘛。所以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在这里。这张片子你再看，典型的鸟片，对不对？嗯。文艺复兴拍的，讲的又不相信了。文艺复兴里面不是有只猫头鹰吗？今年老了不飞了。嗨，我就去的找他飞，他就讲了，他就问人家这个猫头鹰多重啊，人家就不相信了，人家说这个12磅、20磅，听他手上一大个鸟嘛，就他告诉你4磅，你说那么大个鸟怎么4磅？一只老母鸡都有4磅了，为什么？你们要是吃过猫头鹰你就知道了。我们在查德洛户的时候吃过猫头鹰，你不要看到两个眼睛那么大，你把它毛都拔了以后，你发现一个头啊小得很，两个眼睛涂得好远的，那都是毛，所以它大得很。但是他们也讲了，这个地方他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们是要有教育意义的。他们说这么样一个猫头鹰啊，你以为它能 challenge 多大的动物吗？在英国最大的猫头鹰，它 challenge 鹿，那鹿有40磅，超过它10倍的重量，它可以抓。很多猫头鹰很厉害的，结果人家发现猫头鹰的食物里有什么？有老鹰啊。你就说老鹰怎么打不过猫头鹰呢？那这天中山格斗的老鹰的这个喙好像比这个猫头鹰还厉害呢。为什么老鹰的没有呢？晚上。对了，猫头鹰是晚上活动，你老鹰停那个树上睡觉，它老远看到你，它飞过来咔嗒一下就把你叼走了，就把你吃掉了。所以有这个道理在里面。猫头鹰很厉害，像这种猫头鹰你一定要把它拍到，对吧？这个像这个是已经是放的很那个的片子啊，对吧？眼睛里要拍的炯炯有神啊。猫头鹰厉害就厉害它的那个眼睛啊。如果你把个猫头鹰拍的眼睛没光的，那整个猫头鹰是失败的。好，这一张第一次去文艺复兴，我看到这个人，哎，有型啊，我就拍了他一个，拍了他高兴了，他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帽子你看，我昨天晚上自己晚上缝的，缝到1-2点钟啊，没睡觉，他跟我说了有这么一个故事。现在我就跟你们透露另一大秘密，现在你们明天就有，对吧？后天也有，你想的这个门票那么贵，29，越卖越贵。你们不想去吗？你就要跟里面这些人拉一点关系，你跟他有关系，比如说某个摊位，你拍了以后，你能把片子能给他，或者你取得他信任，他就把免费票就送给你了。那些摊位的人都有免费票，像这种人都有免费票，我就得过他们的那些票，所以我去了十几次，没有一次买票的。好了，秘密又泄露了，又气死了是吧？气死了，你赶快！干嘛不早说？这个你全对了，还有什么时候说？今天说了，我什么时候还讲？群里，哎呀，不能到处乱说啊！到处乱说不行的。你还有个方法，请你记住，人人有份儿。你说我这个人啊，哎，这个不出趟，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但是这个免费票对我吸引力很大。你今年好好的去拍，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他有个比赛，你比赛你从来没进去过的，他也搞不懂你什么的。像我们不能比赛，我一进去他说你媒体摆在媒体里，好了，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些所有比赛也是这样，你得了奖你可能得了一些钱，你不得奖你倒霉了，他用你的片子，他说你阿古里门有了，你给我用白用，这缺点。
那个也是这个意思。你要参加他的比赛，他的奖啊有很多奖，他有些奖就是四张门票，第二年的，哎，你四张你分四趟去好了，你不是就有了吗？这人人做得到啊，这不是秘密啊。他那从哪能看到他那个？啊，我们一直放的，一直放到网上的，每年都有。陈主席也一直放啊，今年也会有，每年都有，每年都有。什么时候？大概要到十一月是吧？年纪大，哎，大概到十一月，他的哎，他认为好的片子你要整理好半天呢，所以等我结束了以后，他们休息够了，你整理好了再寄给他。他要你就噼啪啦都投稿都投给他，他一旦说你得奖了。他的第一等奖是几张票，还有一等奖说到隔壁的旅馆住两天，我想你不要住到他那里干嘛？对呀、啊，你说旅馆不要，再多给几张票，对对不好商量，不好商量。每个星期都去拍。啊，这个呢，也是在文艺复兴上面，这张呢就是追拍，这张追拍呢比较 colorful， 他来打架，请大家记住，他两个人对冲啊，你不要拍到第二个人跟他冲到的时候。因为你是慢速度跟着他在走，对那个人来说呢，你这边在加分，那边是减分，你跟他是反方向，所以另外一个人一定是糊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只能拍单向，只能拍一个人，这是第一点你要掌握的要点。第二点呢，因为他背面实在太乱太乱，你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用追拍来把它拉模糊掉，你即使大光圈的模糊还没有你追拍的模糊效果好，所以你就跟着它这么拍。那么技术高的人呢，六十分之一秒啊，如果技术不够高呢，你就 double 啊，125分之一秒啊，甚至160分之一秒啊，都可以追的，只不过后面拉开来的没拉的那么厉害。像这种照片呢，你要看到这个人呢相对不太动的地方一定要清楚。如果你今天跟他追拍，你动得比他快，片子是废片，你动得比他慢也是废片，只有你跟他动的速度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拍出这样的片子来。所以请大家记住，拍坏了不要紧，广州博收啊。这张片子又跟其他片子不一样了。这张片子的为什么有人点好？这张就是迪士尼号。迪士尼号啊，人家拍的片子成千上万，你有看过像我这个角度拍的吧？拍他个屋顶。在哪里？迪士尼号就是一个个的乐谱，可是你一看那个顶啊，还有一大个乐谱来，这都是乐谱，所以妙就妙在这里。但我这个是直升飞机上拍的。哦，这个地方没拍的。哎，这直升飞机呢，好像讲讲航拍。直升飞机拍片子是最合适的，你可以坐小飞机去拍。直升飞机现在我再跟你们透露一下，给我们有特价，我们的特价呢，黄水龙他们都已经用过了，三个人上去450块钱一个钟头，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一个钟点飞回来。你说我要拍这个，他就给你开到这里去。他一个终点可以朝 Long Beach 上，也可以到 El Monte 上，随便你哪里上。我喜欢 Long Beach 上，为什么？ Long Beach 一上去就有的拍呀、啊，对不对？你在 El Monte 这里可能开个前面的七八分钟没东西拍啊。那么他就顺着这么走。那么有一些一大个误区，你看这飞机动得快，速度要非常高啊，不是的。你看那个飞机在上面动得慢，他看你下面也动得慢，对不对？不需要太高。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镜头啊，要离那个飞机的玻璃越近越好，免得它有个反光，像个镜子一样的出现效果。你越近的话，这个玻璃对你这个成像的干扰越小。这句话你们理解吧？嗯，有些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呢？你这个我这个镜头是非常高级的光学玻璃，经过高级粘膜啊，非常那个的。你前面给我加了一片莫名其妙玻璃，你这玻璃好不好？不是破坏了我的成像吗？你只有把它靠得很近，因为我的 focus 是在很远，所以它会把你这个不良的这个玻璃忽略不计了。这又是一大光学原理。这搞工程的一听，哦，对了，明白了，是吧？有些人想，这怎么呢？反正你就记住这样。但是呢，飞机在抖动的时候，你用镜头碰到它，哒哒哒哒哒哒打到上面，那是不对的。哎，你要稍微再远一点啊。所以这些都是你要有实践过以后才可以。
所以你们以后要去，我照样可以帮你们联系，450块，你约三个人。照我的想法，不是一人出150，那坐前面那个人呢、啊，250，因为他拍的最多。那边上那个人呢，都是250，哎，还坐边上那个在150，对吧？安全的。哎，最那个坐的那个驾驶的后面那个应该是便宜一点，因为那个角度不是最好，因为它像个大蜻蜓一样，它的肚子底下你坐在前面的很好拍。这是直升。其实，在飞机上面啊，你没有机会，你在上面。你不是老手的话，你会手忙脚乱，会拍的人可能今天出去已经拍了600-700张回来了，你没有拍的你可能是拍了100张，就是你这么搞搞那么搞搞把时间都搞掉了，对不对？因为他是拿时间算的，实际上航空汽油也很贵，对不对？他一上去了以后，你说了哪条路线他就顺着这个咕一下过来。那么说句老实话，我拍过3-4次了，我每次拍都中午。人家说，哎，中午坠机了，中午顶头阳光季，哎，不对，你朝上面下来是吧？我也上面拍下来，我跟你不是顺光吗？好，如果早上的话，太阳一升起来，你再上去，你对着它拍怎么办？好了，你不是完全呛眼了吗？所以我拍了几次都是在中午拍的。你上次来啊？怎么样？问一下你啊，我回答哪个先？速度多少？速度，我告诉你。150-250就够了。啊、对呀、啊。哎、我刚刚就说了一大误区嘛，人家以为是动得快得不得了。有些人还以为啊，我高得不得了，要拿个长焦吧？不是哦，我就拿24105拍的。24105。哎，你才把这些景才收得回来。我不敢就。两大误区。好，请讲。还有你在阿芒泰机场上去是多少钱？后来上次你和你上一样的。价钱都一样的。没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好像没有这么贵嘛？就是阿芒泰机场。啊。哎呀，那个航空秀那是骗人的，那个上去15分钟就下来了，那个只收你几十块，65块好像，那是假的，那比这个还更贵。我们这个开一个钟点呢，你还告诉他要到哪里去的，是吧？哎，他那个是小飞机，那个没有必要上，那个就是过瘾，没坐过的人坐一坐。像这种片子是不是一次你要连拍一对呀、啊？还是就一张一张拍？一张一张拍就行，一张张拍。我是摆在连拍，我摆在低速连拍上。低速连拍。哎，比如说这么一个东西，我不会说我回到家只有这一张，我当然有个3-5张了，我再挑出这么一张来了。所以这张妙就妙在哪里呢？你可以找到几千、几万张，这个 Disney Hall 的，但是你可能10000张你还没找到一张，就把一个顶拍成一个乐谱的，它就是乐谱。好，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飞机上拍的，飞机航拍的，因为他拍的是 Dodge Studio， 这 Dodge Studio 原来那么 colorful， 我也不爱看棒球，所以我也从来没进去过，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是那么漂亮的一个。你们有几种玩法的，玩航拍很有意思的，一种玩法就是我说的直升飞机上玩。还有一种玩法你知道吗？那边有那个学校的，你说我们是摄影家协会的，通通有discount的，那个学校呢他就叫你坐在正驾驶上哦，他坐在副驾驶上哦，你戴个耳机哦，他跟塔台联系，可以起飞了，起飞你就飞，飞了以后他跟你说跟汽车一样的，拿个钥匙打一下就发了，这个东西一拉他告诉你，他说你看他像汽车一样的跑到60迈的时候，他说你轻轻的一拉，这个飞机的头就抬起来了。飞机你这么转就是一个舵就转弯，你上去了以后你才知道有多舒服啊。你在汽车的马路上很容易出车祸的，可是那是个立体的，不容易出事。下来以后发一个证书给你，首次驾驶飞机，你要玩吗？295块。我是鼓励大家没有事都可以去参加一些摄影比赛，为什么呢？摄影比赛这个东西，一个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另外是一个检验自己的。你不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人家老说你好好好，你自己也糊里糊涂了。你要拿到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哪怕今天只能入围，也表示有很多人肯定你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嗯，给你们看。好，这一张呢，要来讲故事了。这张有故事。
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去圣地亚哥航空秀，去了以后就得了一个郎静山的金像奖。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呢？第一次去啊，我是跟大张、小张、许兵什么一堆人去，到了那里他们扛着大炮呼哧哈哧的，结果有一个电瓶车就开过来了，他说啊，你们那么多设备，你们是个媒体，上车吧。哎呀，不好意思，不是媒体，继续扛，扛到那太累了，他摆下来，他就叫我啊帮他们看着，他们去溜到那些其他东西去了。他们溜完了呢，这飞机要开始飞了，他就说好了，换我去溜达。哎，我这不因祸得福吧，我一去就看到有这么一个场景，我就拍下来了。然后我还拍了一张作品，我拍了两张作品。那么这张东西妙在哪里？为什么会得奖？会得奖是因为这个东西正好在汶山地震之后，汶山地震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次允许美国飞机在成都机场降落，运送救灾物资，有这么一段事。那么我呢，这个也得写段说明啊，我起了个名字叫大力神协奏曲，它不是演奏吗？大力神呢，实际上它叫 C-130，C 美国的运输机都是 C 开头的 carry， 战斗机都是 F 开头的 F-15 啊什么，对不对？它都是这么叫的。那么 C-130 呢叫 Hercules 就是大力神，这是希腊古典神话。可是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实在缺乏军迷，人家看不懂，这飞机哪里是大力神呢、啊、大力神是螺旋桨飞机，这四个是喷气引擎，所以这名字起错了。好在他也不见他发给你讲就算了，他也看不懂。那么这是个什么飞机呢？这是美国最最得意的最大的飞机，这是 C5 银河号。银河你想这是最大的东西啊，这是银河号飞机，所以错了这么一个东西。确实是送运灾那个救灾物资吗？那救灾物资是肯定运过，这是真的故事，不是编造的故事啊，这是真实故事。所以这张片子后面有故事。那么我把那段说明一加，那国内的人一看引起共鸣了，哎，中奖了，第一次。所以我一再的说，很多人的好片子说不定你第一次去就拍到了。举个例子好了，今天我听说了 Anaheim 那个 Yorba 公园有好多鸳鸯在那儿，好几对呢，飞的，会飞的鸳鸯。我们拍的鸳鸯都是停在水里游的，那你们去吧，第一次去的那个可能以后就是最好的片子。这就我举过不知道多少次例子，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不过今天还有很多新的人可能没听过，新来的从来没来过的人不一定是新人啊。什么意思呢？我以前说过人家有个叫 Sports Fishing 呢，你出点钱你就上船去钓鱼了。那么老钓鱼的人呢，他拿着自己的鱼竿，就像我们的照相机是好的照相机，对吧？那么有些人呢，老钓他很有经验，可是呢，你如果什么都不会钓，你第一次上去，你说鱼竿没有，8块钱租给你；缆绳没有，买一个15块。什么都有了，你去钓吧。然后他说，谁钓的鱼最大，他用个天平一样的一个东西来撑的。我们大家变，每人丢5块钱，20。如果有30个人丢，就有，你想想看，不是好几百块了吗？那好几百块，谁那个鱼最大，这个钱全归他，什么就赚回来了。事实证明，船上的人再说。超过一半以上的机会，第一次上船的人得了。哎，你说那个会钓的那个杆子很好吗？他怎么没把最大的钓上来？不是，摄影也有这个，也有这个道理。啊，这是我的一大理论啊，讲过几次了。好，现在讲这一张。这一张呢？你们看到没有，是在自己家里拍的。自己家里拍，我摆个花生它就飞到这里，姿态很好，你看到吗？我一手拿相机，一手伸手，这个影子全部在这里暴露无遗。那么我就接下来讲讲这个东西怎么样弄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吸虫鸭，高智商的一种
鸟类是哺乳界是不是哎，不入，不是哺乳界，不是，不是，还有他有那种，小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就上一个课，叫乌鸦饮水，说乌鸦的瓶子的水饮不到，他就放很多石头上去，这水就上来了，乌鸦就饮到水了，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结果呢，这种鸭它果然高智商。那么你要怎么样高智商呢？我这里面又有故事了。第一个故事，很多人知道我家里有一颗中国大枣，出名了。啊，味道特脆特甜，特别好吃，很多人要。可是每次还没等我采呢，那松鼠已经捷足先登了，我就放了一个笼子抓松鼠。我一定要放一个食物比那枣子更好吃的来吸引它。什么东西呢？花生。这玩意儿一看花生呢，我的最爱，要来。结果那个它就被这个笼子就扣住了，扣住了。我一看还有，怎么把鸟都抓住了？放生放生，把它放掉了。放掉了他就记得我了，他后来看到我他就来，哎，我想你记得我那好事啊，我就在那地方就放两颗花生，他吃掉了再两颗花生，后来他看到我来的时候我放的比较近一点，他也不借我，最后就放在手上了，放在头上了，什么就来了，你看到我他飞到肩膀上来了。这张呢就是自己家里培养的莲花，这张莲花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是食用莲，所以叫单瓣的。那么我这个闪光灯啊是朝底下打下来的，你在外面拍你不可能跑到河里面去打这张闪光灯啊，对不对？那么这张闪光灯呢底下打下来，所以把叶子也打透明了，都打透明了啊。那么你晓得种荷花要怎么种吗？荷花有两种种法，一种是用它的藕来分，一种是用它的叶，那是用它的籽来种。它的籽来种的话呢，我们叫有性繁殖。如果我们把它这个藕撇下来一节来种的呢，这个叫无性繁殖。所以你如果你在菜场里买到一小节藕，你种的话，可能出现刚刚那种，不会出现这一种。这种是什么呢？这个是观音莲，是观赏莲，叫福瓣莲，它的花瓣就是很复杂的福瓣的莲花。多层，哎，所以这张照片上次不是又来讲莲花的人吗？他没见过这样的照片，他说你这个怎么出来的？我说这只有在我自己家里才做得到，因为他开花他就开得一清早，太阳还没出来，然后外面室外已经很亮了，我一个强力闪光灯朝底下打过来，把所有的光，其实外面已经是白天了，通通就冲成黑的了，然后把这么个明明不是透明的，或者说只有半透明的花，我把它拍成了透明的，就是用这个技巧。所以养一盆莲花是很有好处的。Thank you.